你要做的。再打一针小伎俩的，我不希望他家人看到他的时候他还能动。好的。死人就该有死人的样子。我妹妹不可能就这么没了，我要见她。车祸比较惨烈，葬仪师正在整理遗容，为了避免引起不适。哎，家属你不能进去。医生，哎呀，我是她丈夫，我求你让我进去看她最后一眼好不好？你不能进去。我求你了，我求你了。够了。医生，青青从小就爱漂亮。只要他体面一点，谢谢。请节哀顺变。真死了吗？你去看看。我不去。介绍阿姨，没关系。但是我又很开心。你说我是不是个坏女人？怎么可能？你是我遇到过最好的女人。那现在，你终于属于我了。
谢谢你送青青最后一程。青青，我接受不了。你让我跟青青做最后的告别吧。行了，戏演多了挺累的。我和他夫妻一场还是有感情的。好险啊，差点让你诈尸了。哭什么？死里逃生你应该高兴啊。整容手术很成功，这是我们合作的开始，希望你能喜欢这张新面孔。报警吧。报什么警？警察来了怎么解释我们的关系？真好看。这不是我。那你是谁啊？我怎么记不起来了？我是顾青青吗？顾青青已经死了，你现在是满清。这么多一模一样的白裙子，你是变态吗？是不是该打针了？打针？我不打针，我是曼青，我不是顾青青，我不打针。顾青青车祸后的第三天，顾家人就把她拉去火化了。从此这个世界上再没顾青青，所以你不是顾青青，我也不想再听到顾青青这三个字。你是曼青，记住了啊，曼青。从今天起，曼青重生了。我不想以另外一个人的身份活着。你忘了我们之间的契约了吗？没有。你救了我。是我救了你，我赐予了你重生，你答应我说你赋予我你的灵魂和肉体，我觉得很公平。
现在情愿去死。你没有死的资格。从今往后，没有我的同意，你什么都做不了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以为那次车祸是场意外吗？那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谋杀。你不想让季安阳得到惩罚吗？啊？还有柳妍妍，他们一个都别想跑。今天来跟你的前夫季安阳下套，你要表现得好一点。打球去啊！啊，好，走，来把球给我。哎，没。哎呀，你有没有长眼睛啊？哎，住手！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是裴总的特助。他刚刚把红酒泼了我一身啊，林总。多大点事儿？裴总。真是不好意思啊，你看这事儿弄的，我一会儿说的啊。道歉。我被打了，我不道歉。道歉。道歉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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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赶紧道歉！道歉！道歉！快点道歉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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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。客气。你是裴总的特助吧？你刚刚没受伤吧？没有没有，多谢季先生。你认识我？当然，我知道您是顾全集团的经理。你刚刚都被欺负成那样了，裴总也不说帮帮你啊？别说了，季先生，今天啊，多亏了有你的帮忙，所以以后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，您随时说。巧了，我刚好有个事情确实需要你的帮忙。林总手上有个项目特别感兴趣，林总跟裴氏的关系又不一般，我想。哎，季总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和我们曼青说什么呢？没什么，林总，失敬失敬。哎，林总，今天真是对不起。哎呀，
最应该说对不起的是我。拿瓶冰水。你看，把你弄成这样。没事。你看这小手，这么凉啊！哎，这湿衣服怎么还没换呀？我正准备去换呢。季小姐，你住哪儿啊？我现在暂住酒店。哦，我送你吧。哎，不，今天啊，必须我送。你等着，我去拿车钥匙啊。你真愿意帮我？他们都围着我看笑话，只有你一个人愿意帮我。行，那我就不瞒你了，我看中的是西星那个项目。如果曼青小姐可以帮我搞定那个项目，我愿意分一成的利润给你。我尽力。曼青小姐，走吧。走了。来，梅子，慢点啊。手不想要了。我们把林总利息给免了吧。谢谢裴总，谢谢裴总。说好的一起做局套季安阳，连摸个手都不行。生气了？做错事了，应该接受惩罚。契约，别把自己弄脏了。你这张脸应该有尊严。裴总的意思是让我洁身自爱吗？在这种关键的时候，这张脸是我给你的，别用它做丢人的事。你在怕什么，李景琦？大不了结束之后把这张脸还给你。你还不起。出来啊，这人前装的纯洁小白兔的样子，身后这么骚。这个曼青啊，在外边也欠了不少债呢，估计是因为还不上才做了裴锦青的金丝雀。我果然还是喜欢有缺点的人。
你要的东西。秦雨莹看到的就这些。这是 AI 换脸吧，做的还挺逼真。怎么，自己没亲自参与，感觉有点遗憾是吗？你知道这照片上的不是我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破釜沉舟不等于不要脸。不要在季安阳身上消磨太多时间，我的忍耐是有限的。左右也是我。好的，季总，我马上发你。麻烦裴总送我回去，我还有最后一场戏要演。